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啊，这么多倒霉事儿全让他给赶上了。蓝总当初提醒的没错，这项目要是匆忙上马呀，肯定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。可是他呢，不但没听，还把那几个项目全都给上马了。那他现在打算怎么办？他呀，现在就是个鸵鸟。项目要是下马了，那他也就下马了。银行方面也是一个劲儿的催着我们还贷款，我们现在哪有钱呢？他就让老陈先周旋着去。这么说，是资金出现了问题？出大问题了！为了这7-2-1地块，他花了那么多的钱，又经过了前面那几番折腾，这资金链马上就要断。马总啊，我今天找你来，就是想让你好好的劝劝他。虽然蓝总的病是，我也能理解他的那个心情，可是海达目前这个状况，他也必须要面对啊，他也必须要马上拿出一个可行性方案出来，不然那后果太严重了。站住！你干嘛？我要你给我老婆偿命！神经病！你给我回来！你怎么打人？我打你怎么了？我老婆就因为吃了你骗她买的万能美，到现在还昏迷着呢。你打错人了！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你还跑？我去你的！怎么打人？大哥，大哥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，大哥！别打了，我求你，大哥！我再打我报警了，大哥！大哥，别打了，大哥！大哥，别打！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干什么？你耍我先生啊！我老婆吃了他卖的万能美，到现在都昏迷不醒。就出神，该打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他这种人是该打，但是您想过没有？你万一要是把他打残了的话，你得进去，你老婆怎么办？大哥，咱不能为了图一时痛快，就不管不顾了。您放心吧，有法律管着他的。赶紧回去吧，这时候您不能有事儿。你老婆还在医院等着你呢，回去了。你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都散了吧，大家都散了吧，都散了吧。芝麻糊，谢谢你。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帮他。为你这种人犯法不值得。别叫我芝麻，妹妹，我不管你怎么出来的，这些日子你看过雪红一眼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妹妹，你做了这么多的孽，老天爷会惩罚你的，你下辈子不会安生。如果有好消息，你尽快通知我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我替我的朋友感谢你啊。哎呦，我的女儿啊，你谢谢吧，谢谢吧啊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就算你给那个蓝雪红找到了肾源，人家也未必会感谢你的。我不需要他们记我的好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
这是那个姓袁的该做的。我现在已经和姓袁的没有任何的关系了，所以啊，你就更不应该管这个事儿。妈，可是我不希望人家以为我和袁满一样没有责任心，没有担当。哎呦，我是越来越搞不懂你了。哎呦，什么逻辑？哎呀，搞不懂您就别搞。哎，妈，胡伯伯他的儿子不是在瑞典吗？您把他电话给我。你不是都四处打听过了吗？您是不知道，血红的血型属于稀有血型，他这种血型只有在白种人里占的比例比较高，所以我现在在欧洲的各大圣库四处的打听。妈，哎呀，妈，您就帮我去找找电话号码吧，快点！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好了，咦，外婆妈回来了。妈，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是不是又来为那个挨千刀的说话了？外婆告诉你，你跟他讲。我没有让他赔我的精神损失费，就已经够对得起他的了。他别想再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。那15万是为了挽救他的事业，而且他说是借不是拿。我告诉你，钱我宁可借那些要饭的，也不会借给他的。外婆，袁心，你不要替他做说客。你现在觉得他可怜了？可你爸做那些缺德事儿，你不知道吗？可他毕竟是我爸，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我经常梦到他，梦到他小时候带我去公园，教我骑自行车、学游泳。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，他现在确实变了，变得虚伪、自私、贪婪。可他怎么变？他什么时候变的？你们有想过吗？你们老拿他跟其他人比。老觉得他不够优秀，给你们丢人了。是你们，是你们让他失去了享受家庭、享受快乐的权利。看我干什么？我老张这句话，这事跟你说什么呀？我觉得老张是个好人，你手底下能有这样的人，你应该感到庆幸。是啊，如果海达公司真的倒的话，其实我最对不起的，就是像老张和老陈这样，一直十几年来跟我打拼的人。海达不能倒，铁总，现在要是有办法能够帮助你解决资金问题，你愿意干吗？我当然愿意干了。我听你的意思，你有办法？你还记得当初我跟小夏搞的那个蓝莓酒项目？记得。怎么了？你知道我为什么搞这个项目吗？为什么？我们马崖镇有一个人呢，几年前去了内蒙，他用他的第一桶金承包了几座大山。干嘛要承包几座大山呢？因为那个山上长的全都是野生的蓝莓，他把这些野生蓝莓酿制成了蓝莓酒。这种酒现在国内销售的特别好，据说这个人资金非常雄厚，可以算是当地的首富。不是，你的意思是让他跟我们合作，让我把他的酒卖到国外去？对，详细的数据和资料我都让小夏写在计划里边。好倒是好，哎呀，可我现在资金问题。今天下午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让她跟那方联系联系，看能不能采取先销售后付款的方式。别开玩笑了，不可能。铁总，你别忘了，我妈是马崖镇的老人，而且这个人当初去内蒙古的车票都是我妈给他买的，所以我觉得能行。这事要能成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所以啊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销售平台建立起来。嗯，我今天给小夏打了个电话，
让他先想办法联系一下外国的销售商。你明天赶快去趟公司，跟老张他们商量商量。啊，嗯，雪红这边你不用管，有我跟瑞雪帮忙。跟你道歉，喂，瑞雪，喂。这么说的话，只丢了这把小提琴，别的东西没丢过。还有别人知道这把琴特别贵吗？只有沈一达。沈一达？他前夫。哦。他有这个屋的钥匙吗？没有。哎呀，这就怪了啊！这门和窗我都查过呀，没被撬过呀。哎，算了。咱也别商量了，干脆啊，报警吧。我倒是觉着，既然是熟人作案，那范围就小了，就好查了。陆雪啊，你放心吧，一定会找到的。这是佳佳留给我唯一的念想，没了。瑞雪啊，你别哭了，哭了也不顶事儿啊，这不还有我和芝麻糊呢吗？你干什么去？我约好小西一起去泡吧。哦，那行，那去吧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注意点安全啊。天太晚的话，让小西送你。嗯。哎，那个，我让你问的事儿你问了吗？是哪家房地产公司？嗯，是家外地公司。哦，外地公司，什么地方的呀？叫什么名字？明天我找他们去。你别去。思思，你不知道，叔不是老爷子命根子，老爷子不能没有叔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有办法，不用你去。你有什么办法呀？你别问了，这件事我来负责，我来搞定，你放心。别喝了。就你有一个让人讨厌的爸，我没说我爸讨厌，可我讨厌，我讨厌他，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对付马志武。我不敢跟老爷子讲，我不敢跟马志武讲，夺走书屋，夺走老爷子大半生心血的人，竟然是我爸。
你赢了，还是你比较悲催。任熙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你能怎么办？要不你就去你爸公司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把这项目给停止了；要不你就听之任之，快活一天是一天呗。可这两样哪样我都做不出来。你不纠结会死啊？必须选一样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不行，我肚子疼，我得上个厕所。袁熙，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见老同学不高兴？没什么不高兴。看到我那桌没有？那个都是高手，要不过去坐坐？哦，对了，你驾照拿到了吗？哎哎，袁熙，袁熙，我不过就是赢了你两场，你至于吗？你损怎么说？你爸怂了，你也跟着怂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。我们走。袁熙，你有种就给我在赛场，你要能赢我，我那辆车就归你了。将军，走。你怎么认识他？大学同学。你跟这种人混在一起？以前混，现在不混了。袁熙，他是不是传说中的富二代？他是传说中没本事、没追求、没人品、小心眼、嘴欠的富二代。你跟他好的时候，他整天跟你称兄道弟的；你不跟他好的时候，他全世界说你坏话。我懂了，在美国也有这种人，他们所谓的朋友，其实根本就不是朋友。可笑，动不动就送别人车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不会是动心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能去赛车，赛车是很危险的，而且还是违法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想不想回家？不想。换地方接着喝。还喝？陪我喝，走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干什么？你别紧张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常瑞雪的小提琴丢了。丢了？你拿的吧？我没拿。你真没拿？我真没拿。你不信，你可以查去。嗨，早知道丢了，我还不如拿着呢。老爷子。该吃药了。我也没办法，马之武吩咐的。老爷子，来来来，喝口水。嗯，老爷子，这药这么苦，管用吗？回头我跟马志武说，让他别跟你抓这药了。你别别，志武说了，希望就在眼前，就算是为志武。思思啊，最近这几天怎么没有街坊邻居们来看书啊？哦，也许他们听说你的眼睛，所以……我的眼睛怎么了？我的眼睛不好，可是我胳膊腿还是好的嘛。我的书屋几十年了，我就是闭上眼，哪本书摆在什么地方，我是清清楚楚的。我还是能够为大家服务的嘛。我知道了，老爷子，回头我告诉他们。
老爷子。嗯。我有事先出去一下。啊，你去你去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会乖乖的待在家里的啊。你去忙去忙去吧。警察同志，那就麻烦你们了。有了消息，请一定告诉我一声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再见。喂。哎，小西啊，我是你马叔叔。我问你个事儿。就是我记着，你常瑞姐阿姨那把备用钥匙，是不是在你那儿？备用钥匙啊！我记得上次给你常阿姨装投影仪的时候，我有事先走了，我把那把钥匙放到你那儿了，对吧？钥匙，我好像弄丢了。丢了？丢什么地方了？我不记得了。你等会儿，让我想想。那天我去看我爸，我爸让我去陪他吃夜宵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不知道把钥匙放哪儿了。马叔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？哦，是这样，小西啊，你常阿姨家的一把小提琴丢了。这把琴很贵重，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这把琴是你常阿姨女儿的遗物。那要找回来呀。所以我给你打电话，小七你记着，如果有消息的话一定先告诉我，听见了吗？哎，好嘞。已经准备好了，那边的事儿就请你抓紧了。我约满欠你的，等我翻了身，一定还上。来了，朱，正好跟朱谈谈了。哎，正好不用找老爷子，找你呀，朱啊，你们家什么时候搬啊？你们这不搬，影响我们拿在拆迁费的啊。就是啊，你们不着急，可我们着急呀、啊。我儿子要结婚，等着那笔补偿费要买房子呢。就是呀、啊，你们不搬就拖着，我们拿不到补偿费。我们不搬。朱啊，朱啊。志武，结果四邻都知道老爷子和你对苏武是有感情的，可是感情归感情，你得总考虑具体情况吧，得为大家想想啊。就是啊，你们不搬，就你们一家了，这么拖着，我们拿不到搬迁费呀。这事儿先别跟老爷子说，就算我求你们了。好不好？
口水。不用。那给你叫一份三明治吃，好吧？不要。周总，帮休。啊，有事儿一会儿说。好的。你可以对我发火，但绝不可以对我的员工发火，太没分寸。是你没分寸，是你公私不分，你在用职权肆意报复。我要有那么大的权力，我早用别的方法了。比这更狠、更恶毒的方法多的是，我干嘛要劳民伤财？一不小心把你心里话说出来了吧？你就是对马志武怀恨在心，你就是不择手段的小人！不许这么对爸说话！你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？简直就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！疯子，我就是疯子！只要你再敢打叔叔的主意，我就疯给你看！疯子，疯子！站出来！袁熙，爸，你要出门？哦，没事，进来吧。找什么？哦，爸，你有没有看到一把钥匙？钥匙？什么钥匙啊？常瑞雪家的备用钥匙，我好像落这儿了。是吧？那赶紧找找啊。哎。整天丢三落四的，是不是掉其他地方了？可能是吧。你看你，爸，钱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吧。爸，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咱不能干。我知道。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已经做过了，怎么可能再做呢？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赶紧去南非，等我站稳脚跟了，我就把你带过去，说不定你在那儿能比去美国学到更多。坐，爸给你倒水去。先生，你不能进去。周总，对不起。你们先出去吧。哎。周小莲，你想干什么？马志武，别说话。是我马志武得罪你了，但是老爷子没得罪你。这其中有误会。没误会。你明明知道老爷子离不开这个书屋，你还这么做。算是个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周小亮，我跟你女儿清清白白，我马志武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。你马上把她带走。马志武，别说话。周小亮，老爷子马上眼睛就瞎了。书屋是他的命，他离不开书。你对我怎么着都行，但是你不能这么对老爷子。马志武，安生林，听我说，你不用跟他解释，所有的决定都是我做的，这是大势所趋。马志武，你冷静，不能动手打人，松手，马志武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只要我马志武在，你就别想打叔的主意。马志武。
我会为你做的一切后悔的。 做人要讲良心，老爷子对你这么好，他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，可是你明明知道书是你爸爸在背后捣鬼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马志武，你去过拆迁办了吗？哎，签了没有啊？哎，早签了。 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有个担心，我就怕哪个开发商万一看上这块地，老爷的书屋就保不住了。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个人会是老大。
这事儿不能让老爷子知道，老爷子一辈子守着书屋，书屋就是他的命，他不能没有书屋。为什么呀？他是为了一个承诺。承诺？什么承诺？ 这纸糊，你不该瞒我。您别着急，您听我慢慢跟您说。这个书屋呢，确实是……我这书屋，书屋，老爷子，您别着急啊！我跟您说，后来呢，他们经过研究啊，就这书屋不动了，真的，您看是这样啊，就咱这书屋呢是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啊，不是说那个说动就能动的。对对对，而且它即使想动的话呢，您想。 这从小在您这儿看这书长大的老街坊们，他们也不能干的。那是，我们坚决不会同意的。对，我志武，你不会骗我吧？你得跟我说实话啊，我扛得住，扛得住。老爷子，您看我怎么会骗您呢？我没骗老爷子吧？没骗吧？啊，啊，老爷子，志武怎么会骗您呢？不会的。 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都吓坏了。我忘告诉您了，我想当面告诉您的。如果不信的话，我明天就去拆迁办，我当面说清楚。对，拆迁办，找他们，现在就去找他们。那个老爷子，肯定要找的，但是咱今天不去了，下班了，明天找好吗？下什么班啊？你们不去，我去，能等到明天吗？明天能拖到明天吗？明天。老爷子，老爷子，您别走，您别走，您别去，我和志武现在就去。 我们现在就去，愣着干什么呀？赶快去呀！你等着，马上我们就去啊！不能拖到明天。哎，思思啊，我知道你现在很受伤、很窝火、很心塞，可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改天好不好？改天我再听你吐槽。你到底还是不是我朋友？ 我现在很需要你这个垃圾桶。可我现在也是别人的救命稻草。对不起啊，思思，我真得走了。我马上就到。谁说我怕了？你把车给我准备好了，半个小时之内我肯定到。你要去见冯家俊？你别管了。袁熙。 赛车真的很危险，放心，我有经验。袁熙，袁熙，袁熙，志武，怎么办呢？喂，你怎么编的瞎话，你就想办法去圆呗。我要不编瞎话的话，老爷子能信你的？ 那你编瞎话也得编得适可而止，你现在编这个瞎话怎么办？那你去求求他们。我不管。你去求求拆迁办的人嘛，你就让他们帮个忙，就编个善意的谎言，好不好？我求你。你再求一句。我求你。我还以为你这辈子求不着，你也求我的时候啊。坏人。 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淑琴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是给自己积德呢。怎么样？他眼睛怎么样了？不好，情况越来越严重。
好像比以前胖了一点啊。是吗？谢谢。怎么着？你们两个同居啦？淑琴，说什么呢？这有什么不好问的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装清纯，老了点吧。淑琴，你会不会说话？干嘛呀？我一回来你就给我瞪眼睛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先去看看，不管怎么样都得先试试。我先去了。哎，咱们都是女人，有一句话我一定要提醒你啊，避孕药一定要吃的。淑琴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